Hello， 格斗时代的朋友，你们好啊！我是你爸爸，爸爸。好了，不闹你们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的阵容有问题啊。但是我今天打两个方向给你们看看。现在看一下我们缺什么角色，好不好？你们也招募了很多，我相信很多乌克玩家有些角色都没招到。你看我们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总共有八只。同时我也注意到有些角色的名字后面都叫霍华德，干嘛？霍华德在格斗天王也生了这么多小孩子，是不是？霍华德，魔兽 T1 联盟的赛事，狂人本人呢？我啦，我每个礼拜都有看。OK， 那今天就不啰嗦了，直接招募好不好？昨天有观众留言给我说他好像喜欢李烈火，所以我下次我就练一个极限李烈火的派系给你看看，好不好？那先开始抽了，今天呢一集我们就直接抽150抽，给大家看一下概率，公平一点嘛。你们也有抽，你们也很清楚啊。然后我跟你讲哦，这边先跳过，先看一下有什么。这是抽卡的特效，第一个是巴特勒，第二个是镇元斋老头，第三个板崎良，第四只蒂兰娜，第五只雅典娜，还真的是蛮可爱的。还有这只比利，我也曾经很喜欢他，小的时候还没有长大，看到那个棒子忽长忽短的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又是麻宫雅典娜，还有追虫拳，追拳虫才对啊，不是追虫拳啊。哦哦哦哦，金色的有没有？我等一下再示范一个，我会把它偷偷打开来瞄一眼啊。假如不好的话，我就心碎了。好了，不跟你们开玩笑。罗伯特，很多人都有罗伯特，我今天就打一个阵容给你们看。我真的不想要练那个羁绊角色、联系角色。你吸我，我吸你，这样子有什么意义的？拉尔夫，拉尔夫本身他还有一个怒攻反弹，还有攻击加盾，我非常喜欢他。还有板崎家族的一个格挡角色，本身是一个防守派系，这次是不知火舞。你抽到金色的卡片，最后会闪出一个台词，像刚刚就是不知火舞的台词。OK， 这边送一个 R 级箱，这次有没有？哎呀，这个是紫色光芒啊！不服气，我上我下，我上我下，看有没有办法从紫色变金色，啊，从金色变蓝色，是不是更惨了？哎呦，拿到了 R 级的碎片卡。OK， 继续。这边我们就先买十张了，今天豁出去了，好不好？跟他拼了，搞一点角色，因为我上面许愿已经许完了。然后等一下抽到一半，我们等到明天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抽。就这条影片，我总共拍了两天，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许愿了，他在给我不要的，我要先拿一个七加色。当然还有这个友情招募，还有命运夺宝。OK， 这边还有十九抽，加油加油！我要来开奖了，有个金色的喵一眼哦，这个是金色的，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子开多刺激！好了，打开来，看看是什么东西。还有一个掌声，当掌声响起，哦，李烈火就来了。哎，那个观众，你不是喜欢李烈火吗？李烈火当你老公好了，好不好？克拉克、维斯，还有馒头人，吃馒头可以补血的馒头人，还有莉安娜，这一次太弱了，毫无价值。牙神幻十郎，牙神幻十郎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他是牙神幻九郎的弟弟，牙神幻十一郎的哥哥。哦，不好笑。好了，我继续。有没有这个 tempo 很清楚了？你 SSR 的时候，几乎最好的就是两次会给你十连抽，各给你一头。哎，当你比较不好的时候，有可能两次都是 SR， 有的时候甚至有没有可能三次？我是确认一下，我印象中都是两次 SSR， 不是两次 SR， 第三次通常都有一个 SSR。这个神秘的信件打开来，里面有我写给你的情书，想不想收到呢 ？OK， 这次有三头，而且给我们两个一模一样的维斯。哦，又是一个 SSR， 有没有？刚刚上一次是 SR， 这个又是谁呢？让我们期待一下，究竟是不是路卡尔呢？路卡尔是不是要到五星了呢？巴特勒，超踢金，耶，我们走。Hey，Kama， 加尔福特。加尔福特他是一个护盾反伤角色，没人还有一个你们马可啊，我好想我下次给你们看我玩越南大战的影片啊，如果你们好奇的话可以到我的频道搜寻越南大战，你看我在做什么好不好？那今天这个就到这里了，马可你可以下去了好不好？什么？你为什么不下去啊？克拉克，板崎良防守角色，拉尔夫也是一个防守角色，还有马克西马。OK， 下一个继续十连抽，
金色，金色，金色，哎呀，这个是紫色 ，SR 角色，开奖了，又是板崎家族的，更正一下，还有一个 SSR 任选项，好多只哦，这次竟然是暴力爆了八只 SR， 只有两只 R 级的 ，OK， 到背包拿开来，不啰嗦，先开 SR 的两枚是吧？有没有威斯？没有，麦卓，麦卓用脚攻击也是很厉害，无影脚。还有六个 R 级枪，什么枪都有 ，BD 碎片，还有篮球人，还有红丸。OK， 那这个是什么？来看一下哈，玛丽亚，我按太快了，有看到。然后这边玛丽可以升星，一颗两颗，现在只能到二星。你有一些这个角色的任选枪，可以去商店右上角购买，记得每天都要把那边的东西给它拉完哦，知道吗？右上角有个商店，里面所有东西都要买齐。啊，没买的话，你战力到时候就玩得比较慢。被我追过的话，你们就没有事情了。追过的话也很难的。我现在战力很低，好不好？我先给他强化一下。这边一件配置 ，OK， 提示都没有了。我们还要继续抽卡，这事情没有这么快结束。说好的150抽，当然这边我都习惯按升级完了之后升级完，我都会再点下面的，给他点一下，他就自己帮我们跑过去这个位置，有没有？好了之后再点一下这个山，这边总共一个组合就是风灵火山。好了，搞定之后，我们要来继续抽卡喽，继续工作了。我又来了，是，我又来了，我又准备了56抽。你们不要以为我这样抽就抽完了，我明天我还会再抽，明天没抽我后天还会抽，好不好？我改成七加色了，到了隔天了吗？先把一只七加色搞出来，然后今天影片比较长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搞出来之后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我认为这个联系我不是很喜欢，因为他把我的角色给绑起来了，而且更何况我已经练了路卡尔了。再来，他有一个关键的因素，你联系是联系，你的角色的星星的三星四颗五颗，他是有机会可以超越你的联系的角色。就你联系是一个组合，但是你还是要把组合给他练完，知道我意思吗？你要把组合练高才有用。哎，否则呢，我练一个杂队伍，我练得更高，我也不用打这个联系，我打个综合派系的。连二连二，两个连起来。OK， 这次给我看好吧，这就是我的地下路卡尔。我的路卡尔今天可以抵达五颗星了。完了之后就准备要诞生到 UR 的角色。当然呢，我会带头练这个路卡尔。喜欢路卡尔的朋友，你一定要跟我一样坚持一下。我后来昨天有研究，路卡尔本身他现在就是有一些角色搭配组合比较不好，但他攻击力本身超级高，到了250%左右。就这个地方啊，记得哈，全部给他埋一埋啊！你不要想说有鱿鱼啊什么的、啊，鱿鱼就会败北。这边有一个任选箱，先抓起来。好了之后过来这里，然后背包六个，我们选路卡尔。路卡尔好像在山嘛，这里风灵火山的山。OK， 搞定。不好意思，有的时候我讲话很快，稍微偶发性，偶尔会有结巴一下，但是也不多了，因为结巴都是你们啊。开玩笑，不是啊，不要乱骂人啊！哎呀，120个碎片这么刺激啊！会啦，我会把它变成 UR 的啦。然后有一个观众说看你烈火嘛，可以啊，但是你烈火能不能变 UR 我不知道，我还没有研究嘛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招募出来，我之前有招到一次过，这个概率比前面的卡池还难玩，第一个卡池的概率最高，这个有点吃运气，可能我运气不好吧。反正我的总结心得是第一个卡池的概率最高。OK， 这边还要给你一些材料，你可以去启动，然后你的战力就会越来越高。你们很多人都领先我啊，拜托等我一下好不好？我现在才200万啊，因为我少玩了两天。当然也会有很多新加入的游戏，他们的战力可能也比我们还低，我们也要包容体谅人家一下。这就是格斗天王嘛，是吧？我们看影片啊，聊天啊，怎么样啊，交朋友啊。但是打架的时候，那战场上是没有朋友，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想办法赢一场也好，对不对？这边还有四次，我们等下再回来。我们先把这只七加色给它招出来，这次应该要有。哇，没有，飞掉了。等下一轮吧，等下再搞。罗伯特 ，OK， 这边还是很多 SR 五只，又有李烈火 ，UR 版本李烈火最强之游戏狂人。这个，在有一个很讨厌，那个数字写一次，之前是手，哎呦，又是金色的，难道？应该是要七加色了，这卡池你选的，它会增加30%的概率。
通常在前面你们会看我玩游戏，稍微因为我还在理解，有没有？我才玩没几天，但是我理解的可以很快，我很快会变得很好，好不好？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影片，我的专长是抽卡，所以将来针对这个卡池呢，我也会研究一下，看怎么样比较好抽到 SSR。我拍一拳超人的影片拍了三年了，有时候曝光一些抽卡的东西，这官方就改掉了，常常都这样子。当然呢，这个一拳超人很多人玩，玩了好几年了。我想这多数的观众呢，我说我是全台服最会抽卡的，他们应该也不会说他们更强。很少的人会这样子讲，因为我在那款游戏抽卡的张数几十万张，可能有200万张都有可能的。抽了三年，一直抽一直抽嘛。其实这种游戏都是一样，它抽卡片都有一个规律。目前我探起来，我看这一个都是，SSR 两次，刚刚前面讲的，或是两个 SR 搭配一个 SSR， 有没有？那我们要想的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有的时候要通过一些数据跟耐心，包括单抽的统计。包括实验车的统计，它有一个概率，一个结果，尽可能的帮助自己，那给你们也看到我们玩游戏很正向的一面。好了，废话特别多，这边还有一个 R 级格斗箱，R 级不用李烈火，对啊，李烈火是 SSR， 不对，是 SR， 我多讲一个 S， 不好意思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你们也提升吧，他有时候打到一点新的材料，把它更换上去。换上去之后，你就给它强化、强化、强化。其实这个游戏不大动脑，然后有些材料想快速启动就启用啊。这边不用挑，我们都很随性，就启动启用，因为 你早晚你都要把它启用完嘛，所以没有什么好挑。OK， 那好了之后，我来看一下哈。哦，这个角色，哎呀，这个就不要看了，好不好？哦，嘴巴说不要看，一直强迫你们看这个。其实呢，这个就是钻石嘛，你玩游戏就要把这个拿起来。新角色刚玩，尤其是第一天，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有点花时间，是不是？所以这边呢，影片我有做点加速，平常没这么快。好了，第三场也拿完了，也只有打这只角色了，没有了啦。拿好了之后，我们过来这里再做一个采买。买了之后继续给他抽，有没有？没有，这次是 SR 角色，影片真的很长，不好意思哦。我有的时候不爱拍长片，但是长片也没有不好，只要你们不觉得无聊的话，给我点个赞也好啊，不一定要订阅啊，给我留言啊，给我讲一下啊，我们一起玩嘛，对不对？我就不会无聊啊，我会看留言啊，只是有的时候不一定会按到爱心，比较忙。然后我在八区，如果你要跨服新增我好友的话，通常我都会同意。你越丑我就会同意，好不好？你越帅越漂亮我就不会同意。OK， 开始 PK 了啦，不跟你们开玩笑。你这边你看哦，我这边是不是有一套一件搭配？我搭配给你们看。好了，之后我把角色稍微整理一下，觉醒技能给他开一开，然后调配完了之后，我到 PK 场，我打两场，一场是系统指派给我的，但是我这些角色只有一星，知道意思吗？克里斯、火舞这些我都是一星、二星，星星是很低，角色的黄星。然后我这边先给他升一下，不是火舞要给他起来，这材料也是很稀缺。所以呢，你每天呢，除了要练功、练主线，多余的体力当然是要刷这个啦，把角色阶级给他打上去。OK， 好了之后，等一下出发喽，我们把觉醒技能给他点一点，确认一下，你中风了是不是啊？七加车你是干嘛？我这刚喝醉酒是不是？好了，我帮他点一个，有一些我们搞一些伤害反弹之类的。马上准备要前往竞技场，这游戏的福利很多，尤其是前面的两个星期，你上来的时候福利很多，这里可以领，那里可以领，领很多很多。这就像我刚刚跟你们讲，这个全部买完就对了，全买完，你不要怀疑，就买完就对了。除非你不够买，或者是你想挑你要的，但是这一些都全买完，这个就没办法，你材料已经不够，是不是？可以的话，你就是换了一把合起来，合起来之后再收集第二把，多买不吃亏。OK， 这边还有一点碎片。好了，我们去打架了。最后把这个强化起来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前往 PK 场。这边也有一点 ，OK， 搞定，装备点完，养成，接触 KO。第一场我们目前是200万战力左右，我们打一个200万战力左右的对手，天兵豆腐。同时，这阵型我也稍微调配，这个是我们刚刚在联系里面看到的阵型哦，只是黄星比较少。我要跟你们讲的是这个黄星比较少。然后我当前战力在左上角208万，第一场战斗我的对手他的战力比我还低，是不是？201万，
然后你们看我这个是联系阵容，我一直不想打联系阵容，因为我说的是一点是联系的角色我有没有本事抽到这么多星星，第二点是我爱不爱这些联系角色，我如果不爱他我玩起来一定不快乐，有没有？你要你喜欢的，像好比你喜欢八神你就练八神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选路卡尔，不是我不喜欢七加色，是我觉得路卡尔对我来讲吸引力更大。有些玩家也会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他宁可可能使用不知火舞、三不五是上线打开来就看不知火舞，看完就下线，很奇怪。你不要以为没有这种人啊，什么人都有吧？也有可能有人打开来看路卡尔，也有可能打开来之后上来，然后到游戏上面敲我，讲一些奇奇怪怪的话。还有一个人的名字我还没跟你们讲嘞，叫什么狂人痴汉。你我还是什么狂人我爱你之类的，哎呀喂呀，爱我做什么呢？你要爱的爱的话，你要爱格斗时代这一款游戏来爱我做什么呢？其实这个雅典娜这虽说是补血，但是20万我们出6，他就补一个3万值，这一点我认为前期可以，雅典娜到中期一定阵亡，绝对阵亡。也不是说这个游戏怎么样啊，这游戏的设定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说它可以让你补，但是往后呢不可能只有一只雅典娜可以补血，然后连期又会越开的越来越多。我们也打游戏打那么久，你们可能也打游戏打那么久了，应该明白我的意思。同时呢我也没有习惯用不知火舞，因为它是手厨的角色，不是我对手厨角色感冒，它是一个福地没有错，我一开始认为它也不错，但是就是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可能很喜欢路卡尔，我对他很着迷，没有他我不行玩这个游戏，有没有？你看这七加是伤害开了连息加了一点，其实就这样子嘛，你连息总共加了几轮，上面的数值属性我们都看得到，你看我完全是没有办法，完全是招架不住，有没有？对面6只他最后有5只都还在。好，然后这边开始，因为我们要刷出刚刚那个对手，要找回来，他已经没有了，除非你要刷好久好久好久才有可能看到他。这边影片我们要稍微加速，不然太长了，是不是？等我一下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用，这样就好了。我们阵容改完了，有没有？207万，跟刚刚战力差不多。然后你看我摆上来的这两只露露不错啊，这两只露露本来官方就把它搭配在一起了，两个都是辅助嘛。而且你这两只最好一定要一起在场上，你不能只上一只，只上一只的话效果根本展现不出来。OK， 那这一场呢，我应该也没有办法保证赢，但是我可以跟你说，我因为我的路卡尔到了5星，刚刚那个就算是有连心，他打起来的不会比我这个5星的路卡尔还漂亮。所以呢，你已经练了什么角色，已经到5星，你喜欢的，我个人给你们的意见就是继续练下去，因为你之后你可以搭配别的。他有些角色可以跳脱这样的一个框架，连息的组合不可能只有这几种嘛，如果大家都用这个阵容，全部人都用雅典娜，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吧，这个是我对回合制游戏的见解，如果说的不好的话多多包涵好不好，但是我自认为这个讲的比较公正一点嘛。好了，穷又来了，这穷真的打得够痛，我注意他很久了，但我是没有要练，我现在就是用路卡尔，有没有？我先给他弄到 UR，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UR 版本的路卡尔，他的性能到底到什么程度。还有一个观众，我答应他了，我说我会练你烈火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过几天我搞一个你烈火，现在已经很多你烈火了，我看怎么作战。还有越南大战的马可，我们也拍一集，看一下怎么样运用马可。其实啊，这个特效，我个人玩这款游戏，我觉得他这个技能好多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一发伤害打的也是不少，有的时候都比我们一些角色的主体还要狂，全屏给你炸过去。有没有看到左边这个冰盾？冰盾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技能，要没有这个冰盾，我们早就路卡尔飞了，其他角色也飞了。你看他这边等一下会抓过来，有没有哪一个气满的抓过来，你就可以看到冰盾的效果。前面我们还有一只被石化完了之后，雅典娜这边那个穷啊，格挡力还会增加，很厉害。防御角色很讨厌，本身虽然是一个 SR， 但是这个穷的 SR 的 CP 值是非常高，看就知道了，这简直是比板崎良还要高很多。
能打能防，怒气提升。还有他的这只 K 好酷哦，伤害打了60万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战力，你的结果有些人可能200万、100多万或是300万，你们就可以看我的阵容或是看战斗，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。但是也很客观，就说这雅典娜补血，你也看到刚刚那个 K 的表现，在游戏初期也是相当好。OK， 又来了，这边再轰一下，有没有？你轰我，我轰你，136，我这一下打得比他还痛一些，他刚刚只有打10万，同一个技能，哇，完了之后两个打三个，这边雅典娜的血条也是有点多，哎呀我呀，我好像快不保了，哇，可以再炸过来，这场要输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们慢慢玩，我们再把路卡尔升到 UR。再给大家介绍五颗星跟 UR 之间又有什么变化，这样就一目了然了，是不是？五颗星归五颗星，然后 UR 上去之后看看是什么效果。OK，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告一段落了啦。如果你真的看到这里的话，跟你说声谢谢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一次再见了。这两天就会拍影片了，原则上有空的话，我都会尽量多拍一点，多拍一点。祝福大家游戏愉快，我是狂人，大家拜拜。新的组队长。我要去的是我的一个马丁克里斯的人。我要去的是我的人。我要去的是我的人。